伊丽莎白二世最经典的四张照片，美得令人窒息。这张是英国女王和乔治六世、玛格丽特公主、伊丽莎白王后的家庭照，他们的颜值都非常的高，不禁感叹英国王室基因的强大。两位公主的清丽的容貌令人难忘。这张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的合影，那时候女王美丽高雅，菲利普亲王帅气迷人，而嫁给英国王室的菲利普亲王，他一生中唯一的工作就是全心全意支持英国女王。英国王室的一举一动总是为全世界注目的焦点。英国女王自25岁登基以来，一直被英国民众视为精神象征，她每次的现身总是笑容满面，神采奕奕的模样惊艳众人。这张是英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以及查尔斯王子、安妮公主、安德鲁王子、爱德华王子的家庭照。女王和菲利普已不再年轻，但他们甜蜜的婚姻引人艳羡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